好了，接着我上一次来啊，也是这个七夕恩啊，他也是玩这个各种游戏的高手啊，打这个什么三国战记二 P 之类的啊，我们不多逼逼的啊。目前为止呢，他是之前咱们解说了一个啊小孩的这么一个连环炮双杀啊，红方先走和黑方后走都是双杀啊，就是一分钟之内连杀两次，非常牛逼。咱们这一次呢走的是普通难度，我们玩的从小啊都是小霸王其乐无穷的时候呢是一个女的。然后咱们现在 FC 游戏呢移植过来的之后呢是男的啊，中年男子，他是中等难度。我们看看咱们的目前玩法呢，都跟大伙说的很清楚，小孩怕炮啊，然后这个中年人怕狙，知道吧啊，中年人怕狙，然后呢老头怕什么，怕马。哎，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原理啊，真实也是，就说白了呢，这个高手啊都是把马玩的好啊，但是你要卧槽马，直接卧槽了卧死了也白扯。我们看看目前为止呢跟这个中等人下啊，这个老中年人呢会思考，他不会跟你拼，你像那个小孩啊连环炮他都不知道，那个脑瓜子让驴踢了啊。可以看到咱们现在多有一种这个拼杀的感觉。这边呢咱们的小伙伴呢直接立了一手势，事实上呢这是一种防御机制，不过想要将死对手啊，他并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可以看到啊，第十五手，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哎，直接打过来啊，有炮看车可以杀向江啊，所以说他飞向，我们看看，直接拱小卒啊，你也知道啊，小卒不过河，就是家里河啊，小卒一过河，那就跟车没，就是跟车的区别就在于他只能走一步，但是呢非常嚣张。这个中年人有点傻呀，把象全飞到边上几个意思呀，兄弟，这样的话我横走就可以出车，看看。啊，他直接先飞了一手士，好，我们横走出车，啊，这叫车二，这叫车二，这怎么说？车二平四是吗？好，炮，怎么说？拱中啊，拱中卒，这个玩法有点东西。我们看一下，他横拱，我看看，如果说正常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往前拼，不过咱们。齐齐恩的玩法呢是要在多少分钟之内将死这个对面，所以说他的想法呢是不太一样，你拱我卒，然后我直接飞炮，这边炮呢严格意义上它可以打过来，你看啊，这个炮严格意义上来它是可以打过来，打完之后我们拱一卒士，让这个炮呢对自己的将军呢做了一个取消，这个目的呢是怎么说，我们看看，有的时候呢人布局的目的啊并不是说吃一点亏我们就赚了，而是他目的呢就是我吃十个亏最终把你将死才是正儿八经的。好的，横过来，这个直接就是看到二号位，这样的话卡住这个位置，非常的赖啊，居九平四啊，居九平四，一手小飞下，这样的话呢彻底是把这个单炮啊给封死了，单炮的话压力不大，因为你打我象的话，将军我是可以直接飞象的。我们看看这边啊，这个他的位置上两个车是形成了一个矩阵，而这边呢我挥手直接横走了一步，看了一个马炮，怎么说，横走一步，这样的话可以选择下江，那下江的话你懂的啊，也是非常赖。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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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下一手炮，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年人啊开始懵了啊，这个就说白了，这个打底炮啊可以一手将横过来可以抽啊，这个抽狙啊这个事儿啊，这就是生抽嘛，这个电脑啊他不会这个路子的，我这个事儿我小的时候我也知道的，虽然说我不愿意跟老头下，老头也怕，知道吧，但是老头太慢了啊，就跟老头下不过的是因为他太磨叽，不是因为他技术好啊，就是这个你看他抽了吧，他明明知道我都已经最底炮了，我横狙抽你，然后你还要被我抽，是不是傻啊，对吧，多傻。当当当当当当当，哎，你们把这个谱记下来啊，你们把谱记下来，你这么走，这个只要你打的是这个难度，他照样是这么走的，那他傻的啊，当然你们也可以打开那个象棋软件然后去下
打开象棋软件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想将死他啊，其实确实啊这个挺容易的，不过呢他也在那想，我们看他前面那个数字啊，可能是计算吧啊，可能是计算，哎，他计算了就好几千步甚至是上万步啊，可能是计算，我们就当他是计算好吧。一个 FC 游戏啊能计算成什么样呢，怎么说啊，好，他先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象啊，我根本看不懂这个飞象。好了，飞回去拱卒，哎，卒到这个位置上就变态了，那就是真的让你受不了了。到这个位置上，一旦下到这个最这个沉底位，到这个位置上，这个卒子就已经可以横行霸道，因为这个士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击杀能力了，因为士只能在九宫格当中走斜位，那对吧？当当当当，哎呀，你这个小音乐多好听啊！怎么说？好，看看这小电脑啊，一顿响。现在的这个电脑，我感觉它只有防御的能力，它老动那个破相干啥呀？精神病啊！这个人他老动这个破相啊，我也是真的服。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要飞象，我一猜就是，你看现在他只有防御的能力，哎，一个小破象让你玩的啊，狙都没了，他还有一个卧底狙啊，那个狙已经Y 轴已经走不了了，只能 X 轴走一步出狙，那不扯犊子，又飞象，哎，明显这跟这象干上了啊。这个中年人，我感觉我怀疑他今天喝了90多杯，好的，终于想到动狙了，但是没有用了，你这不扯犊子吗？杀你就你应该又动向了。好，这样的话我可以，其实严格来讲呢，这么一看是可以杀将的，但是呢你横势那你急那就死了，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当当当当啊，我们先做小孩是一分钟之内连杀两手啊，中年人呢目前呢已经7分钟了，还没有将死，一会儿打老头啊，打老头得30分钟。好了，杀将你吃士，然后我抠你啊，你也将不了我，你看我直接抠你啊，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是精神病的时候，你就离精神病院不远了，我们还有个小卒呢，兄弟们，对吧，你这个你就随便吃啊，这你就随便吃，他还往中间走，好的，沉底士你怎么走都行，兄弟们，走到这个位置上，大家伙如果再不会玩的话，我感觉咱们这个七七恩恩啊，就他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人呢，他并现在并不是想要速杀他了，就是想要你是不是想要玩到把所有的籽儿全吃光，玩到把所有的籽儿吃光，怎么说？啊、嗯，老头牛不牛？老头厉害，老头最厉害的就是实在是太慢了，就是慢到死。你看这个电脑都不知道在走些什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看。你这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看他都可以赢了，他都可以双狙阵了啊，他都可以双狙阵了，然后他不玩，他明显是要抽，你看又要抽，好，把狙往这边往他的狙下一放，对吧，把他的狙往这一放，好，这你看其实你放到狙这儿，其实严格来讲是也是可以的，是吧，传过来他挡啊，对，他可以拿炮挡啊，忘记了，他可以拿炮挡啊，我有点想多了，这个位置就难受了。那我这个狙横过来怎么说？你把那个狙横过来呀，小子，我已经把象眼卡住了，他现在把象眼卡住了啊。好，你其实想双将，你想双将你就将嘛，你玩什么呢？对不对？好。我们看看，就是要吃，我感觉他的目的是要吃籽儿啊，目的是要吃籽儿。你看啊，对，他目的不是为了将死，要不早死了啊，要不早死了，哎，走一手炮，然后可以拿炮挡一下，双走，
怎么说，你打狙不敢打是吧，你打不了啊，你打了就死了，好了直接揍炮，然后只能狙杀他也杀不了，他杀也是死，我明显看出来了，他就是要把所有的子儿全打完啊，就是把所有的子儿全打完，这个玩法确实是猥琐啊，呵呵，啊只有一个卒子可以走，好的，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竹子给吃了，太可耻了，这么玩游戏啊，我要是那个中年人啊，我已经惺惺相惜情不自禁了。这个我们来一首啊，来一首中国象棋，这首中国象棋大伙看看，最最低难度，小孩，我们看看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抠了，他炮打过来了，看过去，我们准备要连环炮吗，上手，哎，上到这儿，然后把炮往左边一走，死棋，哎，他妈，我一猜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他妈这么玩的，我小时候就这么玩的，我操，这个太狠了，好吧，他先走，我蓝，我是黑方，我们看看，他打过来，哎，我打过去，小伙子，啊，他飞马，我往下走，他出车，我出车，啊，你吃马，我走炮，啊，看不见，都是路子。你过来，我吃鸡，叮铃铃铃铃，哎，太狠了啊！这个游戏让他玩的就是连环炮，我小时候就这么玩的。这个啊，有点东西啊，这个啊。不过呢，下营这个小孩没有什么难度啊。我们目标是老头，只不过这个老头能不能快点啊？那老头太慢了。我看看，我能不能找一个过渡的中等。啊，我找一个过渡的中等就牛逼了啊！过渡的中等，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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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连环，你们小时候应该知道连环炮是可以直接将死的，没有任何机会的吧？你们知道吧？这个小孩就怕连环炮，小孩怕炮。我告诉你，小孩怕炮，然后那个中等的那个人，我玩的是小霸王其乐无穷。这个中等难度，我好，中等难度呢是有女的，有男的啊，有男，我好，我接着播女的，我接玩女的，好不好？我玩女的啊，